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我一定会跟着王菲走掉，直到他跟阿梅走到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跟着王菲的。直到找到阿美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全是他给的，全是王菲给的。要是没有王菲的话，我也不可能坐在车里面跟着你们直播。要不是王菲的话，我现在在工地里面扒抓，在电子厂里面加班打螺丝。所以我会跟着王菲，直到王菲幸福快乐。直到他找到阿梅，直到他们两个结婚，永远陪着他，对王菲人品好。对，要是一个人人品不好，三观不正，没有人是愿意跟着他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好的人才会有人愿意跟着他，不管再苦再累啊，不好的人会没有人认可他，没有人认同他的。是吧？我们要永远知道，永远明白，滴水之恩，地当涌泉相报。所以家人们，咱们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，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呀。你可以拼命的赚钱，但是你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去赚钱，对不对家人们？所以家人们，不管是咱们做人做事也好，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对吧？有些人，有很多很多人，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都在说啊，这个人坏话，那个人坏话太多了，他说这个人坏话，为什么要去说这个人坏话？因为他被人唆使啊，他被人收买，然后这个人让他怎么说？他就怎么说了，知道吧？六亲不认的人真的是太多了。
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还有，我现在再说一遍啊，你们今天给我送的礼物，我都会全部拿去给王菲的奶奶。代替阿梅，替你们拿去给王菲奶奶。我会给王菲的奶奶说，这些是王菲老婆阿梅的干妈给你的一点心意，你不要嫌少，你也不要嫌多，不管多少，这是一点心意。我要让王菲的奶奶开心，我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只能够这么做了，真的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也能力有限，王菲，我不会提起王菲不让我说怎么办？王菲怎么可能不让我说吗？反正有些人是啊，不说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咱们说不人家，咱们没有钱。来跟人家玩，咱们有，他们有钱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是想收买我，你不管拿出再多的钱来收买我，来说啊王菲坏话，来说阿梅坏话，来拆散他们两个鸳鸯，你打死我算了，真的，我不是这种人。钱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但是我不能因为钱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。我不会因为得到钱去做一些吃里排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是真的吃里扒外，谁给钱，给他钱，你给他钱，你叫他去吃屎，他都要去吃。吃里扒外这种人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最讨厌这种了。我那个什么老杨也跟我说过，因为他知道我跟着王菲是最好的最久的。老杨真的之前，现在我都没敢跟王菲说过这个事情，但是现在直播间咱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咱们话都说到这个点上了，我就跟你们说，老杨之前拿钱给我谈过事，我缺钱啊，家人们，我是真的没钱嘛。他拿出50个 W， 他说：“阿姐，你给我一个卡号，我现在马上给你转，你只要帮我一下。”一下下扒一下下就行，都不用我扒很多，都不用我扒很久，就扒我一下下，你就说你就做我说的去做就行，我去给你50个 W， 真的说过，真的，我没骗你们，家人们，50个 W 真的。
对于我来说是天文数字啊，50个 W 对于我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很多很多。但是我跟他说，亚总，你找错人了，你找错人了，亚总，你不要给我说这种，你把欠王菲的钱，该给多少就给多少。你说你现在都给我50个 W， 你把给我的就50个 W， 加在王菲的那个钱里面，你不是欠王菲的500个 W 吗？对不对？你把这50个 W， 加在这里面的话，你只欠他450个 W 了，啊，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走活动，不理他啊。好，真的钱真的。对于杨总来说，钱真的是像纸一样的。我不知道杨总啊，他现在又拿多少钱，把别人给整了。所以家人们，做好自己就行，不要去猜测，也不要去怀疑。哎，你听这个人说的话啊。他肯定会拿出各种证据啊，拿出各种事情啊，说的乱七八糟的啊，花里胡哨的，说的你不相信都不行的那种，直接就是说的好像很对很对的那种，让你们去讨厌他，说的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想要一个人讨厌我的话，我肯定会用尽一切办法说这个人啊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要是讨厌一个人的话，我肯定会在这里开始直播，然后跟家人们说啊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吗？这个人是这样的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样的那样的，肯定会说的跟真的一样的。他要是不说的跟真的一样的话，你们还怎么去相信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做人做事做自己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没必要替这种人胡说八道。哎呀，来，咱们直播间啊。到现在为止都还有1800多个人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别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有钱说得动咱们这个一条溪上的人，咱们是视金钱为废土的那种人，知道吧？钱对于咱们直播间啊每个人啊包括我都很重要，但是有些钱真的咱们不能要不能花，因为钱这个东西来的不明不白不干不净，会有反射的，你就像啊阳光照在一个镜子上一样，它会反射出来，反而会害了自己，知道吗？就像一个手电筒照在一面镜子上，它会反射出来一样，害自己。对，取之有道。所以像王菲，那个啥，阿美的舅舅，他们啊，跟我们一样都是农村的人，给了个10万8万。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要是啊其他人也一样，给他个3-5几百万啊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按照我说的去来啊，你就这么编啊，你就这么说，我给你钱了你就这么说就行了，对不对？
全地都是这样的呀，不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就不讨论别人了，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做我们自己就行了，不讨论别人嘛。对，财要取之有道，慌者才安心，慌者才舒心，真的。你自己辛苦挣到的钱，你在街上买一根火腿肠吃，吃着都是香的。你要是拿着不干不净的钱去吃，去买一个火腿肠吃，你吃了都会容易拉肚子，容易肚子痛，真的。肚子痛，真的。所以咱们把良心去挣一些违背良心的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妹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要是有人啊乱说，咱们马上的举报他，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没必要替他胡说八道。哎呀，你要是在他直播间里面听他这么一说啊，听个十来分钟，听了一天两天，他都能把你这个人啊说透了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家人们啊，有黑粉没事啊，有黑粉没事，拉黑他，直接啊，有些人乱说话的啊，乱说别人事情的，这些人就拉黑了，直接拉黑了。举报了再拉黑了，不安好心的人咱们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一条绳上的蚂蚱啊，熟成一窝，不是一种人不计一家门嘛，对不对？像王菲、阿梅两个都是心地善良的人，肯定都能走到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家人们啊？要是心不好的人，他们两个是肯定有过头的话题。要是心好的两个人，他们两个是肯定有过头的话题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所以家人们，咱们做自己就行了，不要替别人胡说八道。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就当作是没看见。因为讨厌王菲，讨厌阿梅，不想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人特别的多，对不对？这些人看到一个骂他一个，唉，看到一个骂他一个，拉黑一个，举报一个，看到一个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点赞，你看这大晚上的还在给我点赞，辛苦你们了。有些人真他妈，我看到了，我真他妈想把他耳朵咬下来，太气人了。
谢谢你们点赞，谢谢改变哥，谢谢改变哥是个男的吗？送了个赏药，谢谢改变哥送个赏药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送的礼物啊，我这边听王菲来了，谢谢你们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再等个几分钟，再等个几分钟，我就给王菲打电话，然后给他打了电话，就应该直接去看王菲奶奶了，就应该不开播了，就直接去看王菲的奶奶了。然后你们，应该啊，对吧？应该王菲来了之后，应该不开直播了，直接就会去看王菲奶奶了。所以你们就不要等着开直播了。不要等着王菲开直播了，好吧？要是允许的条件下，我会悄悄的开直播啊。但是我不说话，我就悄悄的开直播。我说是允许的情况下啊，我就开直播，我就不说话，我就拿着手机就行。啊，要是没有办法的话，咱们就不等了，等明天王菲她自己开播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好的，那现在。10:30差不多，我打电话问一下他到哪里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现在打电话问一下他到哪里了，他有没有跟阿美一起来的，我问一下。